收看《蔬菜好红频道》，我是小鸡，我是 Jess。来到 Weekend 早餐，我们一定是要吃点心，然后我要跟家人来点心龙，哈，有几龙的点心，他那摊茶凉哇，我们是一大点心。今天我们就来到阿妈大三角的金喜楼大酒家，这里除了有众所周知的中餐之外，倒是他们还是有卖点心哦。环境又舒适，又富丽堂皇，又 aircon 哦。到底他们会设什么样点心，什么样菜式呢？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，Let's go。带我父母来摆他们香台，好吃嘞，好吃，哇。My心只是